果然是跳的好、啊、迷人的舞蹈了，太迷人了。公主真是这舞蹈的这可是说技冠群芳。哎呀，你我大人都被迷住了，你真是。哎，我也被迷住了。哎，可不就是嘛，连学生都被迷住了。这是怎么办呢？真的是还有谁被迷住了？哎呀，走开！干嘛这样一直吃人家豆腐，好讨厌哦！男人要跟男人站在一起嘛，对不对？李嘉欣，等一下，你过来啊！快过来！李嘉欣，关系怎么收？你告诉我，大哥，本来是没有想的，怪我开口的必杀之。你怎么收？你被一个看大尺度的人说要怎么收？我是立身之年。不好意思，我想你做一个收的示范给大家看，怎么收了？太不好笑了。你是说了？烂透了。收什么？收的好，收的好，收的好。太刁了，是，你看人家无所谓迷住了，可是公主这个跳舞的魅力，就只要是男人都会被迷住的。那这么说起来，陈世美劈腿是千真万确。他劈腿，那我知道了。没有，为什么我没有？那你要相信我，他原本是跟我在一起的，怎么可能？可是，那你真的劈腿啊？没有。你不是跟我说你没有老婆的吗？没有啊。好。公主，这种情形你只要说，陈世美，我不理你了，就可以离开现场了。放陈世美，你这个讨厌鬼，我不理你了。看起来真的是陈世美有婚约在先，然后又想加害于秦香莲，真的论律该斩。本府明白了，来人了，来把陈世美拖下去斩了。大人万万不可。这现在是过年期间，这腥风血雨的总是不太好啊。不如依学生愚见，既然这公主已经离开了，我看这秦香莲又这么痴痴的爱着咱驸马爷，不如就让他们俩再续前缘。好哎。大人，大过年的，希望他们有情人来个忠诚。哎，最主要的是，他们在节目里边已经亲了好多回了，都已经亲熟了，不如就让他们。臣服有定夺了，我了解了。求大人赐死啊！臣服决定，就让陈世美、秦香莲。再亲个十秒，重修就好吧。这个时候才求大人呐、啊！哎呀，演了一个晚上、啊，还是很生硬啊！求大人赐死啊！你赐什么死啊？你们不是让我死，我出去外面以为被网友打死啊，不能十秒啊！聪明啊，聪明啊，那就一个小时，太久了。不过我们其实就是想利用网友来抬举赵毛，不如就请大人下令吧。两位，请亲吧。哦，好，亲十秒，亲十秒。亲十秒，亲一下，亲一下，亲。你们不要太难过哦，你们。亲。大胆！大胆！我是很想的，你真的给我亲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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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。
终点的时候，正所谓有情人终点是问世间情是何物，是叫人生生相遇。究竟秦香莲与陈世美他们的爱情故事会又有怎么样的发展，网友又会如何的批判？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应该演不完，不如留在下回分享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祝福大家在今天祝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呀，恭喜发呀发大财，好运当头，欢迎大家一台，恭喜呀大家黄金装满载，又有人击鼓鸣冤了，来来。